夏日的上层都不见了哎、欸！我刚刚有看到那谁在这里，有神官、欸。灭了组队，对。等下组，小金组快点！有机会看到人就组。啊，你有看到莲吗？对，捕食要打掉北兰那个，北兰那一个要打掉。他在你那边嘛，哦，莲在你那边好。可是我现在不确定他在哪里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刚刚有看到他就好了，因为我怕我看他这里。我们从刚刚都没看到他的话，我们搞不好快破了，我们的城搞不好快破。对啊。他如果在你那边，那就没事。管呀，这里是你们一定要有个人过来这边哦。啊。刚还以为是我们的领地被破了，吓死我了！等一下，我现在被打那个，救我一下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大家冷静。今天我们大赢，进女人来了，进女人来了。今天我们大赢，见女人来也没关系，他们是新领地全都消失了。啊！救我一下，风魔也来这里了啦！干死碎腿，我恨他！救我一下啦！哦，他们现在没地方去了，他们现在一定会死守旧领地，要么就是打我们的。旧领地，他们现在三个新领地都被打下来了。你看，雷光、朽梦跟无极，我笑了。好、oh, ，OK。东南没事，捕食越来越多了。他们人会越来越多。等、oh. 我一下，哇！大白白，我烧阿摩了。乐乐，开大了！我们用工会不喊家家哦。啊，我没对啊。真讨厌碎锤，你知道吗？要加加都要在工会平喊加加，不要在 RC 喊加加。捡不到，换目标打了，一直打捕食碎我就饱了。好，等一下。我把这边都巡完以后，我就哇哇哇，好多人，他们全部来了。废话，他们两个领地都没保住，到底全来。我拒绝了，人太多。我刚来打新兰是对的，我把他们的一些人拉过。太巧了，妈的，算遇到被他倒霉了。玩死他就好，哎、欸。风吹的，哎、欸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放空气炮啊！不可，全部人都在打人。没有，炮啊，这都把人最强了。对啦，你控场，你拿吹好了。不是你要跟一样的。哎、欸，好，不要吵。南方一个风吹的废炮电池，一塔一半的血。好，目前没事，应该是没事。我去看下盘。我有人打我，快点救我！真不会打我，太搞笑了。我们刚刚如果人多一点的话，应该不要跑了。还有丁小涵也来哎，废话，他们现在人都过去了。我全部都掉了，我特效。靠，怎么有人在打我？看我这个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这样玩。这应该也是算我们赢的。今天算比较大，怎么今天就算一个一个抢下来的？哎、欸，你这个活动好难打，我死了。魔豆，我也是啊。魔豆加一只普，根本可以两个人打三四个人，好不好？你要打就打，要不然你打他们。对啊。哇哇！我以为看背包他们打我们的塔，哇，你好大哦！哦，没有加加油，17500，你的防御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不需要死，打塔打塔。
复活人啊，我的复活无极，你讲。感觉很慢。跟你讲，死尸的打法最简单了，随便找一个魔导什么的封魔，然后就开那个空气。你怎么说那么慢？还有跟他一起死。